第八天，冷风袭视，今天天气反常，室温骤降，小心身体。第八天欸，反抗军崛起了，他们认为是核弹发派物资的人民打算攻入军营，抢走直升机离开城市，但是他们会成功吗？今天辐射量高，要戴黄金头盔。我要吃点东西啊，肚子有点饿，而且水还不够，而且我又拿到一个神奇海螺了，来，神奇海螺给你，幸运三十嘛，神奇海螺看一下是不是幸运三十，对，幸运三十，到底有几个幸运三十的物品呢？五件幸运三十，四张神秘纸条，我目前才找到两个，找到奇遇的隐藏讯息，没有。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，挺漂亮的，理智度加二哎、欸，哦，放一些东西在家里可以增加理智度哦。OK OK， 我以前都不屑，有没有不屑做，现在知道了，增加理智度。我看一下反叛军。反叛军，我要进，这次要加入反叛军的。反叛军，我要加入你们。你们哪里开门了？进，哎，我好像病了。今天不应该出去的。今天冷风呼呼嘛。哇，这样就病了、哦，这样就病了，真是弱鸡耶。要不要顺便打暴徒啊？趁我现在血还很多的时候。顺便去处理这些暴徒，把门关起来，处理暴徒。哎呦，处理暴徒，暴徒不要走，我来处理你啊！哎呦，哦，暴徒其实不容易耶。哎，真的没有三两三，不要来打暴徒哎。没有三两三，哎呦，好了，死掉了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岩浆桶，哦，有拿到，耐烧可烧一百将，没有三两三，不要来打暴徒哎、欸，我建议新手，没有良好装备，没有拿到金苹果之前，都不要来打，很容易就 game over 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原本是用来煮活，原本用来煮的活鸡走出来了，狩猎开始了。哎、欸，我用鸡去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狩猎会开始啊？怎么忽然开始了？谁踩到那里了？哦 ，BOSS 异变鸡哦。哦，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用狗。去把他的地下室打开来，哎，好像可以哦。哎，试看看，看来狗儿还是有用处的。狗儿，我来收服你了，好不好？一下中了，帅哦！一下就中，走狗儿，来，我们现在需要你，你走进去这里，我们要侵入他家里。过来，没错，过来，狗过去，对，等一下你要进去里面，进来，狗儿来，你有进去吗？帮我开门，好不好？我把你推进去行不行？推你进去，推，对，这样子，来这里，我在这，来这里。呼，哎、啊，他走出来了，笨狗狗，笨狗狗、欸，哎，真难控制。他家楼上屋顶能不能进去啊？我真的好想进他家哦，好想进他家哦。神秘的蛋、猪肉、苹果，我好想进他家哦。
好啦，不管了啦，回家睡觉啦。进他家明天再说啦，这里趴着一个人欸，把他的东西拿走。睡觉咯，日记更新状态一般。欸，我理智度只剩14了欸，是不是应该要加强一下理智了？我看一下我的日记哦。阵营必须选择政府军，不需要付出太多高装备，必须帮他们完成任务才能加入哦。和反抗军的其他人交流，两边都会发放福利品哦，会得到两边的福利。你要支持哪一边？我这次就是反抗军的啊。我先去做一下那个药水喝一下啦，不然理智度偏低，看了有点恐怖。理智药水，对吼，我没有水，我没有水，我只有受污染的水啊，我没有水欸。我要去领救济品，救济品，救济品，救济品有一罐水。先去领救济品，领你救济品吗？一般市民都可以领救济品吗？一般市民。欸，请问你的地下室要怎么进去啊？啊，我很想进你的地下室欸。我们来加入反抗军营了。完成任务，加入反抗军营。加入与反抗军民交易，参与反抗军的脱逃行动，生命值提升。然后呢，杀死政府军备人员。政府军备人员在哪里？杀死政府军备人员。政府军备人员，我要来杀你们了。你们在哪里？欸，我发现我这次的水有点少欸，只剩一点点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奇怪，我这次不认真的搜查吗？赶快去拿水。这里面是不是有水？我水怎么剩这么少啊？哎呦，快快快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水桶，干净的水，我要喝水。奇怪，这次的水怎么这么少啊？快渴死了。不要说理智药了，快要渴死了。欸，我一直很想开他地下室的门，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啊？鸡蛋丢出，如果生出小鸡应该有机会吧。欸，生了，没有在里面。种子来哦，用种子吸引你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欸，他没有走里面，有够难的。我再去多拿一点鸡蛋来丢好了，刚才没丢进去，刚好生了，太蠢了。这里是军方接任务的地方，所以不是打什么军方政府军备人员，是把你杀死吗？是吗？欸，可以欸。欸，我杀了军备人员了，我完成任务了，欢迎加入我们。原来就是你哦，你就是军备人员哦，这么容易哦，杀死他就加入了，我们就完成任务。欸，后面开了欸，反抗军，我们加入反抗军阵营了。哇哦，反抗军腐肉换东西，换弓箭，换，我要换水，有没有水？我快渴死了，有没有水？我想换水喝啊，我快渴死了，有没有水？反抗军已经在军队训练了，仓库。哦，他们有仓库欸，搜刮一下啊。绿宝石也有，哇，还有人肉欸，
欸，这里有能量核心欸。哇哦，哇哦，这样我就不用去什么用狗狗拿能量核心了，好像蛮方便的欸。不过他们的人肉超多的欸，他们都吃人肉肚子哦。这里哦，有水有水有水，终于看到水了，最需要的就是水，来不及做理智药了，要三罐水才可以做理智药欸。我看一下这里哦，反抗军领袖的房间，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反抗军领袖啊？我们已经加入反抗军咯。哎，完成任务，成功啦！我现在是反抗军了。反抗军，加入反抗军。此地为反抗军所有，请勿进入。我是反抗军啊！哎呦，都是人头哎、欸啊，好困哦，都是人头哎、欸。《雪梨日报》10年前，父母被杀的卡尔因重伤入狱22年。那这个嘞？政府否认是军方失误，杀死一男一女，其女卡尔为孤儿。哎、欸，先回去，等一下再来看。等一下再找看看，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卡尔的人头之类的。睡觉，第10天了，哇，饿得好快，又要吃东西哦，吃到饱饱的。反抗军需要制作一个电子破坏器，然后在12天到的时候交到反抗军经营报到12天，所以我要赶快做一个电子破坏器。电子破坏器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哦，要一个那个玻璃。所以我要先去做斧头，先去做斧头，做了一些斧头，顺便做一些破坏门的稿子。然后我要去地下铁那里，有人可以换，跟你换东西。疯人用骨头换玻璃，这个世界不错。哎、欸，他说需要消防斧2个。哎、欸，我用一般的斧头行不行啊？石斧行不行？如果石斧可以，算是另类突破吗？可是我钢铁好像不够哎、欸，钢铁不够，钢铁还要3个。才2个钢铁而已，那自己合成呢？自己合成钢铁需要3个废铁，这样我还需要很多铁。啊，不够不够不够，我东西不够，我要去那个了，我要去玩矿车了，矿车那里。对，我还没去玩矿车。哇，拿到了蛮多废铁和一个钢。和一点水，我这样回去可以把那个钢烧出钢，我就可以做电子破坏器了。回去做。哦，把废铁全部都烧成钢，烧3个，我好像不需要烧到3个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一个烧好了，一个一个烧，烧2个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钢铁2个，再一个。好了好了，东西都有了。哎咻哎咻，石斧是不是可以合成？如果他真的要消防斧，我就去做消防斧好不好？石斧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要消防斧哎、欸，石斧没录用哎、欸。好好好，消防斧给你，你要消防斧，我就给你消防斧。好了，东西都凑齐了，嘿，合成成功，电子破坏器，12天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回去睡觉了，安心睡觉。第11天更新了，哇，体力充足，我只要不杀人，其实我可以好好活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小黑，
一宿。第十天了、啊，帮忙反抗阵营做电子破坏器。有。第十一天，目前可爱的小狗溜进了地牢，有点不干净，全身黑黑，决定叫它小黑。又听到一个爆炸，残骸不知道在哪里飞出来，我该怎么做呢？叫你小黑，我有拿到一个命名牌嘛，对不对？叫你小黑，小黑，你终于叫小黑了，好有趣哦，终于叫小黑了，以前都不叫，以前都是骗人的，骗人黑，哎，你又把我传回来了啦，骗人黑，骗人黑，不要传送我。骗人嘿，你不要传送我！你先出来。好好好，骗人黑没事了。好恐怖哦，骗人黑。我是要来玩这个装置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水有限，今天十一天是不是？射射箭。哎，中了！好、哦，下来了。我不是圆圆，我不是团团。有一瓶水，哎，钢铁在这里，不需要了啦。海洋祝福30，所以作者我也不拿了，也没什么好拿的。所以我做好电子破坏器了。你有要几个电子破坏器？这里我好像只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小黑传到后面吓到我，这里会不会有藏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这里是不是可以进去？我刚刚黑画面、欸，害我以为可以进去、欸，哎，这个断掉了，我有红石火把、欸，哎，只能放在地狱疙瘩块上而已。这个连起来是不是就有事啦、啊？连起来会不会有事？哎，对啊，这里就这样而已哦。阿尔牌剪刀，我有一个阿尔牌剪刀，哎，会不会有事？哎，这里有一个箱子，以前没注意哎。神秘纸条二，上面写着：我只有两只疫苗，我只想要逮你，我最爱的人。神秘信息哎、欸，所以我就是阿尔吗？啊？所以我是阿尔吗？小黑，我在这，小黑，走过来哦，小黑，小黑，我在这哦，小黑，啊，他走出来了，小黑真难搞，小黑真难搞。还是相信鸡好了，鸡的力量。好困哦，又晚上了啦，要回家了啦，又失败了啦。哪天我要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，有这么难吗？精神状态一般，12号了。支持反抗军到报道，协助抢走直升机。听到工作间有点声音，带一些武器去吧，可能要多杀一个小偷。啊，工作间有点声音，我们要杀人了。等一下，工作间有点声音，我要杀人了。我要吃饱上路，我身上本身就有吃的了，吃饱上路。我要被豺狼哦！异变金苹果吃，好，在哪里？工具间有声音，出来打架哦！哎，人呢？哎，我本来以为会有人呢，啊，不是有声音。
什么声音？啊，都得我骗，都得我骗，骗我不知道。狗狗，你就在这里，我要去加入反抗军了。反抗军，我带来了电子破坏器。这里开门了、欸，大头目，反抗军领袖。阿尔卡尔，这次的任务不容有失，电子破坏器的部分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。任务资讯。把放到政府的电箱，成功解锁结局二。时间无多了，从后面出发吧。出发无法回来，请准备足够的水、足够的理智、武器及装备、电子破坏器。足够的水就没有啊，我就这么多水而已，都不够啊，不够足啊，有没有更多水？理智也不够啊，我只能再杀九个人啊，不够啊，拢无够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啦，走了啦，不管了啦，不管了啦！哎咻，反抗军，反抗军，我要减少打人，打人的次数，足够的水，哎咻，还要。竟然还要跑酷，哎呦，我不跑行不行？不跑不行哎、欸。我理智应该是够的，我怕水不够而已。要快要快要快，动作要快。要跑酷，跑酷，跑不起来。跟时间赛跑。嘿，这里有点远哎、欸。嘿，跟有点远。嘿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我吃金苹果下去了啦，跟你拼了啦！这是什么政府军？哎呦，他射到我了！嘿，哦，射到一下就回来了、欸。有水，有水，有水，太好了，有水！哦呦，政府将军，还有我。我没兴趣跟你打架啦，一定要打死他是不是？打死他才可以是不是？你要打我就陪你打哦。还有水，还有水可以喝，有水喝真好。你要打我就陪你打啊。BOSS， 他拿控制杆呢？我天哪！你是什么？吴秋风哦，吴秋风哦。他的血好多哦，这才一滴而已。诅咒的剑都要打完了。BOSS 好强悍哦 ！BOSS 好强哦！走开，走开啊！BOSS 好强哦！我们再吃金苹果。BOSS 好强悍哦！哎呦，不是吧？将军果然不是盖的哎、欸！杀死你了啦！吼，拿到一个控制杆，可放于钻石砖。哇！BOSS 果然不是盖的 ，BOSS 强，还好有水喝。走，投入电子破坏器，投入。哇，电力被折断后，反抗军一口气冲进来了。在黑暗下，政府军措手不及，被我们全灭了。我们抢走政府军的直升机，离开了这可怕的。我安全了，在欢呼之下，我睡了第一个不发噩梦的觉。完成结局，逃离
核灾幸存者。我们玩出第二个结局了，我们逃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出发去完成成就，完成隐藏结局，快重玩，别等了。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